这是空天母舰 1.0， 而这是我们历时三个月全新优化设计的地面效应飞行航母 2.0， 它可以水面上航行，也可以地效飞行，舰载机可以滑跑起飞，也可以原地脱离垂直起飞，船体尺寸巨大，甚至能带着我在水面上航行。欢迎收看魔界造物之巨型地面效应飞行母舰。我们前面设计的空天母舰，很多人说现实中不可能实现，当时就是按照科幻片设计的，根本没有考虑合理性。现实中前苏联和美国曾经都提出过飞行航母的设计方案，美国的思路就是普通飞机无限放大，采用核动力垂直起飞，战斗机就和导弹一样挂在机翼下面。这种方案现实中还有很多问题，今天就不讨论了。前苏联用的就是地面效应方案，这是一个在现实中完全可以实现的飞行航母设计思路。航母贴着水面地效飞行，舰载机甚至可以不用跑道垂直起飞。我就是以它为原型，使用相同的原理，通过 AI 提供一些航母未来升级的思路以及设计的灵感。这次设计的就保守一点，飞行甲板还是继续保留，需要水上起飞，船体还是进行了特定的优化，模仿的水上飞机昆龙 AG600 底部的水阶。机翼是飞行的关键，太小肯定不行，这里进行了放大处理，并增大引脚提高地面效应。动力还是采用里海外部相同的设计，放在舰首往机翼下方吹气，4年前我就实验过，这种效果是最好的。本来想用涡轮喷气发动机，但是怕涡轮喷气的高温直接把我的机翼给烧了，极其不情愿地用回了螺旋桨。最后把舰岛和垂尾融合设计，放在机翼的最外段，这样飞行甲板平整干净，非常的完美。设计完成，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效果。未来的航母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会满意吗？下面就可以切割板材，准备制作材料，开始组装。内部特意铺设了多根加厚的龙骨，这是为了我能站上去额外设计的。这个外观和你们心目中的飞行航母有几分相似。这次的这个航母太大了，小航母推不动，所以说带了个救援船过来，等会如果出问题的话得下去救援。
前进，后退，还可以。好了，救援船没有问题，航母可以准备下水了。安装电池，双发动力，电池两块。现在的重心刚刚好，在机翼的最后缘，按照我的预测就在这个位置。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地面效应航母，中间这一整块大的就是甲板，我们把舰岛还移除了，本来这有个舰岛的，舰岛移除到垂尾上面去了。前机翼两边这也是两个驱逐舰，充满的未来与未来与复古这个舰炮是非常老的那种舰炮，然后这个驱逐舰是模仿的那个美国的一个驱逐舰，它就是这个形状，看着很科幻。按照我们的设想，这架飞机是可以分离起飞的，但是现在没有去弄，就相当于说如果整个地效航母出现了意外，需要人员撤离，给全部坐这一架飞机撤离，也是安装在垂尾上。它平时的时候当成一个地效航母的评委，提供一些安定性，如果地效航母被击沉了，可以全部人员坐着这架飞机撤离。这边就这个就是舰岛了，感觉有点大，太大了，舰岛应该小一点点，应该一半大。然后前面就是动力，这个动力的方向是斜着往机翼底下吹的，一吹它就有地面效应，上次在室内已经试过了，特别明显。这个位置还加装了一排的导弹发射井，小朋友们可以很放心，每一发都可以放核弹，这个尺寸非常大，你看驱逐舰一个才能放四个，所以说每一发都可以放核弹，没有放很多，怕给敌人引起了恐慌。可以下水试一下来。这个吃水深度两厘米，那个水阶都还没有盖掉，太轻了，可以加负载。现在甲板没有放舰载机，可以放舰载机了，还好不打水，螺旋桨差一丢丢。好，走。哦，已经飘起来了，第一次下水逆风跑出地面效应，舰首马上翘头，加上被风一吹，直接翻船。喂，哦，完蛋，又是似曾相识的样子，还好电子设备做了防水，我们这个舰岛分离了，出现意外舰岛分离，非常符合我们的设计理念。第二次下水发现机翼两侧的驱逐舰设计非常不合理，一直往水下钻，应该是有个做潜艇的梦想，老美的东西看着科幻，用起来还是不行，早知道就做052D 了。喂，哦好，驱逐舰掉了，啊，驱逐舰脱离，卸掉两侧的驱逐舰，问题是解决了，但是地面效应减弱了很多，只能一边加一块翼尖挡板强行拯救一下。这个地面效应飞行器的这两边的翼刀特别关键，厉害怪物也是有这个东西的。好，准备，3、2、1，脱离。在地面效应飞行的状态下，舰载机可以原地起飞，航母的飞行速度可以和舰载机一模一样，这你敢信吗？啊，这个帅！就这个飞行航母和战斗机的伴飞，值不值得点个赞？看完有没有心潮澎湃？告诉你们一个更劲爆的消息，现在这个地效航母还只是一个小比例模型，其实我在制作一架更大的，可以带着我起飞的载人地效飞行器，应该还需要半个月才能完工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次地面效应飞行航母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支持，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动力，我是乌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